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是妈妈给我的。那直到翻译过来叫炫，我妈是个很爱唱歌的女人，所以她很喜欢唱歌给我听。那可能是因为妈妈很喜欢唱歌，又唱唱给我听，所以我现在才可以唱，唱唱不要。那今天这样很特别的时间哦，我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其实我还蛮紧张的。昨天一直排练，然后声音有一点的不是很好哈。那现在，所以呢，今天我这几首歌，我想用说故事的方式来演出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我的临时团员，我欢迎什么的塞图腾雅欣。讲一个女人的故事哦，只有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纯洁的女人才可以拥有这首歌。那台湾族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有这首歌，那这首歌是在讲我的故事。因为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大概有部落里就有20几个去我们家庭过庆啊，但是都没有谈恋爱，都没有牵手。我一直很想牵手，我妈都不要让我牵手。而且我坐他们的摩托车都不可以跨坐，只能侧坐。这是真的，因为我一直到结了婚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短裤。因为我妈妈说我的小腿不可以给人家看到这样。现在可以了。是一个很保守的族群哈，跟女孩子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女孩子或男孩子有很多的禁忌这样哈。那我的禁忌就是不可以跟人家牵手这样。那有很多人会很喜欢去山上啊，就是为了要追求我，然后就帮我爸爸妈妈工作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来我家提亲的是那个男孩子，我现在他可能太难过了，他过世了。15岁哈，那是第一个来我家娶亲的，这可是我很年轻哦，不要叫我阿姨，只能叫姐姐。如果是妹妹，我会更开心。哎，哥哥啊，好的，哥哥，接下来我们要唱那个。接下来这首歌呢，它是一首台湾族的情歌。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个部落的大头目，他生了很多的女儿，将近10个到11个吧，差不多一打啦，都是女儿哈。他很喜欢坐在他们家的石板屋上，对着部落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唱这首歌，因为他要选女婿。这是
首歌叫《行星里选择》。
谢。台湾的部落，台湾的歌谣都蛮奇怪的，就是就这样哭掉。我们有丧事的哭，我们有喜事的哭，我们有开心的哭，这样。那我刚刚最后一小段那个是台湾族的哭调，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女婿，他很难过，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诠释他的伤心，这样，这样可以吗？接下来这首叫《轮麦》，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因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幼稚园。后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已经二十几岁了，我是一个村长唱给我听的，妈妈很爱唱这首歌。那我跟人家的生活环境、成长环境不同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加起来快要200岁。虽然我是姐姐，所以我就很喜欢唱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的词曲都改了。我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想念妈妈的方式来唱哦。我放了一小段台湾族的童谣哦，这个童谣就是在哄一个孩子的时候，妈妈会唱歌这样。Thank you.
这是这第二段歌词的意思。歌词是说，我们自己的土地由我们自己守护，我们自己的山林由我们自己来保管，我们不要透过政府，我们不要透过任何一个人来掌权，这样，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权利。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很累吗？因为我不太会说话，所以他们就一直要打鼓，一直要弹吉他。看得出来他比我渴。三姐可以喝水啊，我很怕我喝了会锁喉。接下来这首呢叫做《老山里》，在早期的时候，这首歌大概有三四百年哦。其实今天我唱的歌，如果不是我后来改编的，应该都超过四百年以上。那这首歌呢，《老山里》原本是卢凯祖的歌哦，哎，今天见一下。你不能不打，因为你不会唱，不会。老山里是一首情歌，那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卢凯祖的，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哈，他跟我们北台湾拉板的孩子结婚了。他就把这首歌带到我们那边，所以在台湾族的部落里面，只有大社村跟青山村拥有这首歌，三地村是后来才有的。这样，你要跟我再唱一次吗？我们这个临时乐团，因为都是临时搭的，这个是刚刚被抓来的，这是昨天晚上被抓来的。Oh, yeah.
这个在我的部落里面已经没有人会唱了，会唱的人叫桑丽娟，还有我的部落的孩子们大概20几个都会唱这首歌，但是他们是跟我一起唱的这样。那我很希望很多的部落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歌谣他们的文化都交给小孩子。那在我的部落里面我觉得啦，他们比较幸运的是我在，可是有很多的部落没有桑丽娟，可是有喇叭高吼，有阿星，有阿星就会有图腾，真的有陈文赛啦，可是都不会唱歌女，那勇士之歌在我的部落里面，它非常非常的就是。只有真正的勇士是可以唱的，那是一个猎人很骄傲的一首歌，所以他只有男人可以唱，女人是不能唱的。可是有一天有一个部落的老人家，他就来找我，他是我们部落里面最后一个会唱勇士之歌的母巫，就是阿公，他就跟我说，他说伯阿伯阿就在台湾族里面来讲是宝贝的意思，他说宝贝，我教你唱这首歌，虽然你是女人，可是我要你传下去这样。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在三地门乡可以公开唱这首歌的女孩子我是第一个这样。很骄傲的之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叫做勇士之歌。
也是最后一首歌。我跟他们说，我想唱那个我失恋了，他们说不可以唱国语的，所以我只好唱《勇士之歌》啊。我要唱这首歌哈，这首歌需要很大的力气，所以可以给我掌声吗？谢谢。